两巫师、三巫师、两木三巫，哎、欸，两两、啊、木一次啦。哦，两木，看最急，好鸡巴的队伍，好鸡巴的队伍。啊，他们两个蓝猫都是木师，他们来好不好？对，好、啊，动，我觉得两巫师就等他们来。对，才两只哎，哎、欸，他们来了，这么快。哦、oh, ，我们木那個、我们要站开一点哦。我被冰了，我被冰了，我被冰了，我被冰了。那些我在后面。我晕着，我晕着，我晕着木一晕着巫师。没人要理我，好，那我自己唱歌。哎呦！又丢火圈，又是丢火圈了。嗨！在冰了，冰了。看不到人。他们原地这么丢火圈，笑死！水电工，干！我被冰在旁边了，他给我打走了，他给我打走了，他给我打走了。我专注一个牧师，专注一个牧师。我看到了，想干嘛？我的雷狗，撑住，撑住，撑住！来，我帮忙补，我帮忙补。雷狗来，我帮你拿回来，拿回来，我活生生把一个牧师给钉死了。我来旁边唱歌。干我被冰击巴了。不是，干我被冰了。我来奶你。干奶起来了。干把谁让打残就奶起来。他警告我们打一个打。惨死他！惨死他！惨死他！你们打软的好，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消耗战的，赚人头，赚人头，对啊，是快，我们杀人头，杀人头，牧师啊，牧师应该比较好打，这只好打，可是我很麻烦。行啊，我觉得巫师他的那个火圈跟冰冻术太强了啦，真的控太夸张，他基本上是无 CD 哎、欸，无缝接轨那种。我给一只，我看可不可以给一只巫师拉走。有一只巫师被我拉走了。哇！哦，我被敲，我被敲。我自己拿起来，拿。我给那只巫师拉走，那边就剩一只而已，你就可以干他又回去。来啊，你再拉，来啊来啊。看到你那边，我看到你那边的战争。没有没有，你们打你们的，他打不死我，他打不死我。有至少弄掉这只刺客，干至少下去。我帮你来。他打不死我，他打不死我 ，OK 的，这边 OK， 好，这边还要打不死我，补个血。你们打你们的，这边叫火圈呐、啊，电脑现在叫火墙，对不对？我知道，这边比较不一样。干买好多、哦，那、啊、我一直被冰啊，我被拉走了，我一直被冰。没关系，我来帮你补。哎、欸，我们的技师都走了，我们技师都跑了。哎、欸，不行，我们三个，我们打手。哎、欸，等等等，怪，要保一下，保一下。不会吧？你们牧师他们牧师不会攻击，应该还好啊。啊，我一直被冰了，我快死了。他们会死。我帮你放，他们这是要死，死一个，有人头转，人头转。那个北海大蓝将自己难解啊。但他是要冰我多久？啊，七八了。给他复活，我们已经赚头了，好了，我们很健康了。好，缺少现在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到处绕给他跑，然后给他追啊。消耗战。吴彦渣，赢一头就可以了。对，赢一头就好，赢一头就好。雷狗，我帮你拿起来。哇、哦，这个火圈还会晕呢、欸！看，好啊，是要跑。我再拉，我再拉，来拉他们走，来啊，跟我来。哎、欸，这，我来打这只。我想买一个重创，我都没有重创。我来怕电，哎、欸，丢，干怕！水电工成功，哎、欸，再冲了，哎，水电工要冲来，哎、欸，干他！我被冰了，救狼哦！我来，你在哪？干你好远！我来了，我等我一下，帮你放护盾，乌尼，撑住，乌尼，哇，拿起来，补血好快啊！哎，我这边是要弄这一只。我再来拉，我再来拉。干他们也起来了，是怎样？要打到什么时候？没事，好，我们已经赢一颗头了，哎、欸，暗蛋，你们有打吗？暗蛋，没事，还有16秒，这边，撑住就好，不要怕。我打我旁边这只啊！
啊，雷点啊，我这是刺客，晕了，这是刺客，干他！哎，晕了，干冰十秒了吧？待会儿去救玩家，哎，没有了，挂了，挂了，挂了，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要先抓一只，不能爆啊！哇，好过分了！哎，没有，等一下我，等一下我就拉走一只。23000，我去拉走一只。但我奶170万。等一下，我先去，我先去旁边，我拉走一只。找一只巫师就差很多了。我来看哪只会追我。跟着波波走一下，抓落单的。这先给他先去，先给他去。这个魔法小花。我被冰了，我被冰了。他刺客在打我，不会痛。找不到人，先上吧。我过来，我来无影。哦，无影之牙哎、欸。无影之牙很晕哎、欸，范围。我来，雷狗，雷狗，雷狗过来。雷狗往我这里跑。哇，这个极速刺哦，极速刺客哦。妈打人又不会动，妈打都200多滴是怎样？哦，就客长。不会！看我一直被冰了，我弄我已经被冻了。看我一直被冰呢，好不好？我是一直被晕。今天还没遇到皇后，今天还没遇到皇后。一直冰，就在冰山脚。来，两只在一直轮流冰我啦。来，我来，可以吗？我来。哎呀，我还是有机会丢个技能的。这个操你妈的！这是个，赶紧下去，赶紧下去。这个干他干他干差一点两半了一半了快平爆平爆干下去有啊好撑三分钟妈的打我被人追哦他要揍我来蓝胶在哪里我看到蓝胶我去帮你一下不是蓝胶又停看这个太好我来补牛来起来补起来对啊我已经到角落啊再推啊我起来干嘛想干嘛妈的魔法小花再干他一次刺客，那只刺客再干他一次，我把伴放护盾，不用怕啊、哦！可以，干他！打不赢我、啊，他被我打着又隐身了，打着他自己又隐身了。他应该直接全部开 AI 吧？就边走边隐身。他们一直干你两只怎么打？两只他们两只一直去打你，我都被推在角落了，他们都不理我哎、欸。没事，我们现在赢一颗头了，赢一颗头了。你的名字比较难记哦，是蛮难记的，不会念不出来。对啊，那当然是。那蓝胶太好记了，过不过来吧？有遇到很强的法师吗？有啊，我们上次遇到三法师啊，还是多少人？火球扛住。不是说遇到那个木球过来一个火球就没了。哎、欸，大宝你在干什么？我怎么看到大宝在发呆？我被小花在针对我，打我呢哦。我终于懂被冰冻的感觉，大概他最后打到旁边就不理我了耶，30秒都不动了，继续打我啊！波波来，我来奶你。啊，不是啊，但他打我一直晕。你赶快隐身啊！他们好像打不太。术法是玩冰冻打冰冰。科长快醒掉！科长，去救科长，去救科长！科长，我操，好远，好远。干看到太远了，等一下有危险，快两个人算一起被冰也算了，不可能他们两个都同一起被冰，还是可以动。为什么要拉钩啊？到底为什么？哦，我们两个就互丢补，这样叫他们过来进来打就好了。那我们在家里就好了。不是啊，我们就互丢嘛，然后就站在没有，因为站在外面他会打到旁边去啊，他可以控制方向。我们全部都挤在一起嘛，他们要挑战就来啊。我们死两个、哦，嗯，不行啊，而且两个都牧师倒了，我们倒了。你们去救他的时候，我就死好了，他们全部来围殴我。这消耗战，两边分开啊，他们就目的想把你们两个牧师分开。太远了。我去晕捕师，对我要晕捕师。那等一下我就跟蓝教站在一起了。哇，我们两个就黏在一起了。对啊。不然怎么办？
他为什么他们打不死我们？可是他有一招范围技，他会两个一起晕了。死不了、欸。刚才三个在弄我，你们两个有没有办法二对二打死他们一个？至少还有办法。啊，打不痛哎、欸。真的假的？干我还行，我还行。干不行啊，要凉了，要凉了，凉了，凉了，凉了。凉掉，凉掉。可以下一场了，下一局，下一局。哇，撑好久哦。我整场都被冰了。真的，牧师不能散，牧师不能散。来一个，嗨，警官，走，前警官，前警官。干波波血怎么那么多？你是隐藏在哪里？啊！我不知道，我喝个水应该就回来了。他们打不死我。我打到卡、欸，我今天打到那个水母卡，可是不在三线，我在一线，顺便偷摸两下。他们也是牧师哦，干。你的双木双巫一次。啊，好吃亏哦！刚刚明明差一点。真的要玩消耗战就对了，真的。来了，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好，我就来站你旁边。我来站你旁边。干他来一下！干他又要打到旁边去！妈的，你看那啥，又打又打，干我站这喷水池这边，让你打不走。我、哦、干好痛，怎么那么痛？一直被晕，一直被晕。啊！我也被盯，我被盯在，我被盯在喷水池，我被盯在喷水池。有没有来救我们两个？来起来，来起来，来起来，来起来！来！我操！撑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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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住！哦哦！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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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们太靠背了。OK OK。感觉鸟疯狂叫哎。啊！看双马尾在针对我，双马尾在针对我。你不要离我们太远了。不行，他把我推开，他把我推开。哎、欸，大头被打到旁边去了，他把你推开又不理你了。哎呦，这个策略很过分哦。丢人哦！看，我补你。你们不能在一起啊！那个乌影之牙会群晕呐、啊。我们不能动啊。一个很诡异的距离，不能太远，又不能太近。哦，那我就站在那边不能动。哎，蓝家被打走了，蓝家被打走了，蓝家被打走了，蓝家了，我看到，我看到，哎，救狼了，救狼了，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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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牛，不牛，不牛，干！好像买个冰冻。双猫哎，双猫哎，双猫哎，双猫哎。啊，双猫！几条戏，几条戏。双猫，点来射去。看这个游戏是在玩什么鬼啊？干超消耗的。那火圈太烦了。我们站，不要站太一起，分开一点点。对对对，就又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这种感觉好暧昧啊！真的，你们是要这样子？是在交往是不是？绝对不磨啊！等一下，当然想遇到你啊，安丹，遇到你就可以遇到黄货啊。等一下，你光要丢我，光要丢你。好，干又要推我了，要推人了。你给我丢你！波波没血就往我们这边跑。我可以喝水。有他们的刺客。啊，晕了啊！干双马尾哦，你们真的是哦，靠背啊，冰我、啊、这个困这个，干妈丢你，丢我，我丢你下去，我被淘汰，我被淘汰了，兄弟。那人会不会看种级杀数啊、哎？啊，应该不会吧？当局的分数而已吧。哇，被冰，虚无缥缈，又被冰，好丢你。Yo, baby， 看这个刺客根本是来晕的，他是来看也是控场，他其实说实在是控场。我丢你！你刚才补一下八千，你说光耀还是一奶？应该是奶啊，我刚刚看错，他只是站在光耀上面而已。那奶是光耀是一千呐、啊，蓝教，哦，干我一直都打不死吗？不是，看那个控制太可怕。啊！救狼哦！救狼哦！被凉皮了！难道我看到？难道在我旁边？没有，我在奶他，我在奶他。救！
我把他巫师处理掉，动他巫师。干！我觉得我要换技能，我要换剑雨上来，拼那个拼伤害，感觉这局应该不会死人。说这种话，你的大刀都要没了。我要没魔了，越来越多人打我。我要没魔了，我没魔了。我靠，被定在。我干，玩家要没了。哇，我干，啊，雷狗在那个位置，干雷狗那个位置。哇，太多人打我了，我那边哦被包起来了，一个没魔了，我是还有魔了。干，我还站去旁边偷偷下回魔。啊，八秒，两个，两个，两个。来来来，我这来我这里，我在旁边坐下微魔。双巫太过分了啦，双巫。我来偷偷复活，复活蓝胶。唉，复活没用啊，输了。顶一下。嗯。哎呀。好、哦。干巫师真的有点靠边。真的真的真的，两只巫师。觉得那个他那个技能量太夸张了啦。好了，好，今天就结束了。我觉得差不多，嘿，有没有该打都打完了？不行，我们一定要赌巫师啊，最少一定要一只。真的要巫师，真的要巫师。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有喜欢的话，欢迎订阅、按赞、加小铃铛。那 Discord 群已经开放喽，链接就在影片下方。如果想要加入，可以跟我一起聊天或跟我一起玩的话，就欢迎进来吧。对，虽然我很少出现就是了。